你自己有没有验？早上有验。也是这样子两条线吗？来靠近一下，拍一下两条线。今天早上在验，昨天没有验。没有，早上验。哎。你在嘉义做那三次有没有两条线过？有没有？有一次有，可是非常淡，颜色很淡，比我们淡吧？没有那么深。对，恭喜了。哎，你现在怎么都没有喜悦的感觉？啊？啊？悲观鬼啊！对对对对，你还厉害哦，知道这是第一关，对对对，你先内行的。第一关，今天是礼拜一，上个礼拜一，下个礼拜一，谢谢礼拜一。不过因为你年轻了，所以我看到后面两关，尤其是第二条线这么强，你如果是第二条线，第二条线比较淡就危险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你抽血的嘛，哈，我们明天下午或晚上会打电话跟你讲那个化验指数是多少。一百多大概一胞胎，大概五百多双胞胎，一千多大概三胞胎啦。那这次我们换几个胚胎？四个。我再跟你打赌这两胞胎，因为蛮强的。对。早上验那个颜色也很快。对，越快出来越强的话就稳。你如果是双胞胎就特懂了呀。你如果抽血一千多，那你双胞胎。一胞胎有什么？像你之前在嘉义做的那一个瘤，你那个时候有看到胚胎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拿给我看。那、啊、抽血有抽血？有。疫情关都不会看胚胎。啊，有抽血哦。抽血。化验指数啊？有。多少？那好像才三十几。那、啊、三十几不好了，三十要那个要一百起跳了。对。我这个估计大概五百起跳。因为那时候验是很淡。然后那个长庚那个医师他就说好，要不然去抽血，就医院就是不 OK。三十几，大概我的经验，我最多做一个鹿港的一个陈小姐，三十九，生出一个女儿，是唯一我目前院主是三最低而生下来是她三十九，还有六十五的，但是我的经验就是一百多比较稳啊，对，有时候一百多不太稳。那如果说来个明天如果来个一千啊。你后面两关一定过的。第二个是下礼拜一看外孕嘛，我们医院很少给病人外孕的，几乎没有，所以现在就几胞胎的问题，下礼拜一看心跳了。不过至少有第一关，才有第二关，才有第三关嘛。恭喜。哎，你还有胚胎在这里吗？有，还有五个样子。一号生，啊，反正这龙凤胎你这边生老三老四啊，还好啦，对得起嘉义乡亲。哎，你们这一次嘉义县长谁上啊？嘉义市长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不会查不了。王明威吧，阿个土行怎么了？阿个姐嘛姓哪？你在？萧淑丽吧。萧淑丽可能比较。他议长啊，不过因为国民党分裂了，所以变成双方三方鼎立。恭喜。谢谢。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啊、你早上已经高興，你早上已经煽情高兴过，有点感动又很开心。不过这个真的，我大概几乎可以跟你打赌，你小孩这个小孩子你要定的了，因为你年轻，我记得你三十五岁，在做试管婴儿三十五岁算年轻了。那再来就是他又有问题的几率不大，不过虽然我们那时候植入的时候胚胎有点碎片哈。染色体还是关键。我最近有一个做一个圆领的哈，他的职业很特殊，是帮果做美容的，有这种啊。他家二楼全部是果的饭店，人家出国就寄用他家，哎，一天一千块，比人住。他的两个胚胎也是都是 C 级的，我那时候也不是很看好，结果两个全中，现在两个都有心跳了，已经八九周了。对啊，所以染色体还是最关键的。好，恭喜，1926，26，26就过关了，开票结果。